送走，我和朋友合伙开公司，但是我担心他中途退出怎么办？五个方法：一、锁定期退出，锁定期三年内不能退出，否则净身出户。二、亏损期退出，在公司未盈利之前退出，则一元回购股权。三、合同期满退出，合同期到期退出公司，则以净资产同样的价格回购股份。四、分期退出，首次退出70%，剩余30%两年内退款。如果两年内做同行挖公司客户和员工，则不再退款。五、设置高额违约金，锁定期三年，中途退出者需要承担高额违约金以及退出造成的损失。这会不会伤感情？合伙合的是规则而不是感情，先把规则说清楚，日后出现问题才不会伤到感情。